Forbearers 祖先，开个局试试看，看看有没有中文。啊，没有中文。OK， 然后我把这个音乐也关掉了，要不然很吵。OK， 开个局吧。森林、沼泽、沙漠、湿地，那就第一个开始吧。这边好像有可以，这边有可以，这边有可以，这边我们需要很快建造。先建呗。
提供六个人的账户，现在有八个人。直接收这个就完了，又便宜，免费活动。然后我们新建这个，这个，不要这个，这个，现在不担心渴和饿了啊 ，OK。一些新的朋友到了，哎，怎么又多了两个人呢？又多了两个人。要建造正确的木头营。建造木头站和石头站，怎么建？哦，直接升级就行是吧？哎，直接加一个人吧，直接升级啊、哦，升级。这个呢，这个也可以直接升级。OK， 简单。渔夫加一个人吧，加一个人，没有闲人了吧？嗯，没有闲人了，一个人。我看，嗯，没有闲人。这个怎么闲着？啊、哦，在恢复当中。水减少了，嗯，那再加个水吧，再建一个水井，嗯，这怎么不让建？红色的，奇怪，哎，这可以，哎，这可以，速度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也是一个 ore 的 deposit。
地上提供精神上的一些充实，提高居民的欢乐度。 OK， 那在哪儿建呢？这食物资源方面的，对，这个矿这一块的，不是精力房屋设施，哎，在这里头，我就修在这儿。这还雇人呢。吃饭的时候不用那什么了，那我就修这儿吧，再修一个。在这儿再修一个。有一些野蛮人要修建军营了吧？是护卫营。速度调慢点。还可以指派一些人作为护卫，那应该在军事里面吧。在这儿修，加快速度。木头是最重要的，我看石头也，石头也需要，但是好像没有木头更迫切。刚才修整那么费石头，这俩费石头，这个需25个石头呢，这个需25个，扩张。领土扩张，这还扩张呢。暂时用不上，这个好了。哎，盾牌的，这是枪兵吧？应该是，这是刀兵，这是弓箭手。先建一个枪兵吧。找其他的难民去，让这个护卫出发去找其他的难民。OK， 哎，这是什么人？这是我的枪兵吗？这什么意思？我看，这是一中队，一中队里面有一个枪兵。
那我就点一，然后再到陌生的地方去出发去探索去，去吧。嗯，去了。OK。人口进来吗？半天了。嗯，这怎么了？哟，这个打上了。哦，一匹狼。应该没事吧？小狼一头。干掉了。哎。这是什么？哎，血量也在减少。哦，那肯定是狼窝了。啊，狼窝。反正再来一个这个兵啊，没有人口。那这人口是大问题。啊，发现一宝贝。12个金，10个人口。哎，你别闲着呀，接着给我探索的呀。这血量可以哦，它的血量可以慢慢恢复。都占快用光了呀。哦哦，那怎么办？哎呀，用光了怎么办呢？难民，并邀请他们到村里来，找到一个就 OK， 这个任务就要完成。哎，这个地方终于看见了，什么东西是个？是个什么东西？哦，哎，难民吗？哎呦，太棒了，正好缺人呢，正好缺人呢，加人，加一个这个，再加一个弓箭手。弓箭手比较重要，加两个弓箭手。看看，4个队伍，4个人都在一中队，我就接着探索呗。嗯，有一个。敌人的营地，哦吼！怎么又跟狼打上了？弓箭手射呀！还行，这什么意思？营地不能集合所有的护卫，我们不能让他跑了，防止他们。告诉敌人我们已定居了，派护卫去消灭掉敌人。敌人在哪儿呢 ？Check out，然后地图这儿，这儿了，哦，敌人在这儿，那我就过来呗，一过来干掉他们。去吧，哎，哦，他一个营只能4个兵啊，啊，一个营只能4个兵啊，现在我要建房子了，现在建大房子，
对啊，我的那个末刀战呢？我操，没了。这怎么？这在哪见见还？哦，这你哎。输了，我操，打不过他们。这几个笨蛋，我操！哎，不是，还没到呢。那我这木头站在哪儿啊？木头没了呀。哎呦，坏了，死了一个。哎，行，算是胜利了。哦，干掉了。喂，来了一个访问者。这个是访问者，寻找食物和快乐度。接受，多一个人还不要吗？要，要枪兵，不要那个刀兵，不好意思，不好使。这就算是通过了，开局就算结束了是吧？哦，这有好运了。哦，这就算结束了。我这个木头用光怎么办？哦，这个东西是需要他们来打的。走。建，那就说明可能是需要新的领地才能够建这个木头站啊，现在不让建，都红的不让建，那可能是需要新的领地吧，我觉得一会儿试一下，但是木头还在长啊。哦，我刚才捡了一个箱子，对对对，刚捡了一个箱子。
新的领地，我看看它可以建。扩大了这个领土面积，我看看能不能够建啊。为什么啊 ？Construction slot outpost。打起来了没有？跟谁打起来了？看来这个领地上不太平啊。哦，这有一个敌人的营地在这儿，接受他们，把他们干掉。OK， 征兵。这边敌人在这边，对，过来 ，attack， 三个人。应该能干掉吧。再建一个兵营。奇怪，他这个木头站怎么建不了了呢？哦 ，logging camp， 啊、哦，先要修 logging camp。性还挺多的，下面还有一排菜单还没建呢，然后这个可以修栅栏啊，修门、修护卫塔之类的 ，watch tower 也可以建啊。人还挺多。
齐了。OK 啊，这就基本上开局就结束了啊。最起码的，怎么样能够保证食物，还有这个军队，然后探索之类的啊，分配这个工人工作。现在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军人太多了，要裁撤一点，裁撤掉啊，裁撤掉两个，裁撤掉一个吧。分配一个人过来，石头可以，石头那边可以捡一个人，不能捡了。食物这边捡一个人吧，到木头去。OK， 基本上开局就这样了。然后以后再讲下一步的玩法。